人生要义。首孝悌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人生的首要道理是孝敬父母，尊敬兄长，其次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，并且要知道算术和数字，了解古今之事。再读一遍：首孝悌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。